Okay, today we are heading to a place to have some breakfast. I saw it on Yelp on DMP. Hey, this place looks like it has a lot of other more options than the one we've been yesterday. This is kind of like a cafeteria.这看起来比刚刚那个更脆一点，这个是不一样的汉堡。他们这个是什么菜？这是煎饺，但是这算是你们的菜吗？不是，不算我们菜。那我也要。你好，他在按呢。我要一个炸鸡，然后一个汉堡。在吃吗？对，在这吃多少钱？加热。微信，大家扫一下就行。多少钱？19。啊，他怎么19？
昨天我们喝的那个酸奶。对对对对。你要喝吗？就喝了喝奶茶。早上就有这个茶吗？是有吗？要一杯好了，这是酒，等一下，酒啊，是酒，不是酒呀，不是喝那个啥牌子金花，也是养颜的。好，谢谢。那个手工酸奶也好的，好天然的，没有这添加剂。它不像我们看到的是干的，它那个肉非常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不知道。
票子，就是这个跟这个，就是这个卡的衣服，对，但是这个皮比较薄，它的汤的味道还是差不少，那个盐的，然后咱们那个粉丝一下，因为现在房子太高，对啊，这个不就才6块钱两个，已经还好了。这个我们在深圳的话，一个10块钱。对吗？对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是10块钱，这样吧。要是是做的不好，可能因为外卖量。对。这种太好吃了，对吧？这是个店。那你不是亏了份？啊？一个亏了一个老百姓的。少数民族吃了很多啊，要告诉他两个人，你跟他说你们的名字，他直接就是，啊，这个真的很多人，起码他还开着，是真的网红店了。哦，好像这真的好像一个餐厅，就是我们广州人会去吃，就是汉族的也来了，有一个。你这还能洗碟子哦，不是我想喝这个，我哇好浓情包味，但是依旧是甜的，我妈都不认了，就是超级无边甜，我们的人就是喜欢糖嘛，这个还好，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甜，试一下这两个洗的倒在哪里？放在这里面喝吗？对，我会帮你弄。Honey， 他给我们那个啊什么 Honey， 他们给我们好多，他不亏吗？这是真的公益吗？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是。有假的吗？真假混的吧，我不知道。我要是问他们的话，他们肯定会说是真的呀。然后什么加一啥东西的？然后倒，不要倒太多，好，就这样好。我对蜂蜜有点过敏。一般不是加白糖吗？好，这个茶不够浓，它是
浓郁，就是再减一点。它没有茶叶吗？我没看到，就薄荷叶啊，就薄荷叶。那个茶是预定好，但是提前倒进去，然后撒开。不像我们上次喝那个两个壶的越包越浓，这个就是不好。那这个呢？你说连锁，一说连锁店，在我脑海里很少有就是特别好吃的，就是中上水平嘛，中等水平。他们家的好吃，这家是那个干煸炒面最好的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别的地方也更好吃。就有点辣辣的，不好吃。就是那个味好吃，但是那个肉太……我还之前还吃这个汤，觉得很滋阴和有味道。对，牙齿。对。哦，你这个都知道了。就我会跟你说的嘛，我告诉你，我上次跟我的朋友去吃饭，然后就是吃过那个俄罗斯的嘛，然后他们放这个洋葱。然后我朋友看他说你这什么意思，他说什么什么意思，他说不会，他说你给我这个洋葱我怎么吃了，我说人家的民族就知道吃了，我才不吃嘞，他说为什么要给我上吃了洋葱，笑死我了，我们的人不懂。不过你们吃饭也是用这种碟子吃，不是碗。有些真的好吃吧？嗯，真正那个清真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他们是新疆人做的，特别好吃。那家店我真的目前还没有找到人家做的更好吃。那就是它这个面条就有点大，就小一点点就好了。这只脚就做这么大，没有小的，是吗？哇，没有细的。啊，超级无敌好吃，但是这个配饭才好吃，配面。配面是好吃，这个超级无敌好吃，配饭。我每个星期都要点一次，认识了你之后，我就不开始吃了。以前我只吃那个重庆的小面，酸辣粉，真的我没有怎么吃过这个，就在那边认识之后，我说，哇操，这个大盘鸡真好吃，但是没有，还是没有那个大学做的好吃，奇怪了，吃的都快了，可能是我口味有问题。他们另外一个呢？这个是比较油的，然后比较腻的感觉，好像有一种胶原蛋白在里面一样，就是说你煮了鸡腿以后，它里面会有一些胶原蛋白会结成那个凝胶，它就有那种，它一凉了以后这个会变成那个凝胶。嗯，那我超爱喝汤的，还好你可以这个汤可以蘸成汤囊。对，我超爱喝汤的，还等一下煮，我没有勺子要喝汤啊，对，你要扫一下。真的超级，因为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把它放凉。所以我每次都会把它放凉了，它会变成一个凝胶，然后我就开始吃它。哇，我觉得我去！但是现在这样，只要它是凉了以后，它就会变成那个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饭的那个饭吃，就是跟昨天来吃一样，哇，烫烫。